的国主李在，香港队昨天已经出钱，今天与部门大会的主办因此全部退出。一般讲起来，这次的比赛水准并不够，而且显不出国术的精神，同时显得有一点杂乱无章。有的选手西洋拳擂台全部出笼，表现不出很多章法，同时擂台的高度也比较高，不小心摔下去的话可能造成危险。